姥姥，你醒芦荟干嘛？姥姥在给你吃啊，味道可好吃了。这个能好吃吗？你可别逗我。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课，让你尝尝芦荟是什么味道。姥姥，这味道能好吃吗？我是没见有人这样做过。姥姥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啊。那你这烤出来是甜的还是咸的呀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姥姥，这好像西瓜皮啊，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姥姥，凉拌出来你就知道味道好吃了。呀，快来尝尝姥姥做好吃的啦。来啦。嗯，好吃。姥姥，好香啊，这跟西瓜皮一样。对呀，和西瓜皮一个味。姥姥，这太好吃了。